好，那目前看起来侯友宜因为九合一选得很好嘛，哦，所以看起来蓝军好像很希望他出来选总统啊，哦。朱立伦也有角色啊，因为朱立伦也可以当不分区立委第一名，然后争取立法院长嘛，只要立法院过半，立法院长非常重要啊。我希望的是说，我们来促成一个梦幻蓝的一个组合，哦，一个梦幻蓝，哦，侯友宜不是常讲吗？各司其职吗？呵呵，这代级吗？哦，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做，然后这个组合一定是一个最强的组合，民进党是难望其项背的了，哦，这样的话才能保证2024能够赢。赵董，很多的意见我们都要给予尊重。现阶段因为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永远要记得先把角色做好，大家共同携手合作，只要提出我们为国为民更好努力的方向，大家就好好的做事情，把事情做好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角色，赵董事长邵康兄他是媒体人，那媒体人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创造力、想象力，那侯市长是最好的，新北市长，他就呵呵做代级。那现阶段做好市长的工作，那朱立伦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王鸿薇要当选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南投的补选，因为我做党主席的人就是把总教练的工作做好。那我们谢谢这个媒体人赵董事长他的这个发想，但是我们个人的角色不同，我们还是把我现在的角色。我们好好的帮王鸿薇，国民党人才济济哈，只要对台湾好，对于人民好，对于各县市好，怎么样的组合都可以谈，都可以考虑。那不过呢，我觉得个人意愿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会赢，能赢比较重要哈。所以国民党必须能找出能够完全胜利的组合。我想赵董事长讲的也没有脱离我讲的范围嘛，我讲的是大原则、大框架。2024，那国民党能赢，怎么样的组合都可以谈。台黄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 ，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